刚摸电机，队友就倒了。傻瓜是教你，这辈子都输不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欧泰。这一期的话，给大家带来是这个机械师。那么这把的话，正如标题所说啊，这把队友将会倒得非常非常快。而这把的话，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局啊。就我觉得大家就是说可以学习一下，就有这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这个教科书式的一个教学。那么这把队友秒倒，然后看我们是如何去运营回来的啊。那么这边的话，我们开局呢，这个娃娃呢去摸这个大门电机，然后我们本体要去找另外一台新机，然后这边屠夫前面在树林也没有找到我啊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如果说屠夫杀娃娃的话是没有心跳，所以说娃娃也要稍微留一下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哇，我们真的还没摸到电机，我们本体还没摸到电机，那么直接就死了。那你想想看，这个节奏怎么可能会去赢嘛？别说赢了，平一局都难。但是哎，我来教你啊，这把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将会平得非常非常轻松。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，守墓人秒倒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节奏，我们这种情况下啊，我建议大家90%的选择都是选择直接给他卖掉，除非这个人说有一个非常强大一个六维空间啊，那么才能够救下来才有意义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就没必要救。然后就是本体就站在四合院去卡那个耳鸣，然后我们哇，你调子怎么被揍了？哇，真的哇，能不能不要在李子脸上修机啊？哇，真的好无语啊！哇，这个是雪上加霜啊！那么机械师赶快去给点压力，然后假装我要救人，就说试试看他们偷人，偷不了那么我们赶快往回走。那么来到老位置，找一个墙躲一下啊，千万不要占大空地啊。然后我们动娃娃修机，我们人给他耳鸣，让他不敢去走出这个守墓人就行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注意一下啊，这个时候需要每个人的配合，每个人都干的事情都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机械师站在被中场卡，然后这个时候调香师和小女孩去两个去互摸啊，一定要摸血，因为这个时候二六的空间，二六是一定要非常非常关键啊。那么这把的话，哎，机械师，这个守墓人快飞掉，做到我们机械师可以往后撤，往回撤。然后这时候娃娃不压机，哎，这时候娃压着，大家看好啊。这个时候的话，跟大家讲啊，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其他人去应该干嘛啊？他们俩摸好之后，我应该消失啊。这边娃娃亮了之后，哎，这边的话，我故意就是压一下，让他感觉就是说大门前面好像有人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是一个我的娃娃。那这边的话盖板之后，哎，我们人再动一下，哎，躲一下二阶，然后我们再翻板，然后这边的话看到他不想追了，再看一眼是不是确实是不想追。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的话，本体往这个对角线去拉啊。然后这个时候的屠夫很有可能会找人杀，他要很找别人，会有人找我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娃娃还在这。这把哎，这把我是个机械师，我能干的事情非常的多。这边我的娃娃还活着，那么我的娃娃还能修机，赶快动娃娃过来修机。然后这个娃娃如果说右下角这个娃娃一直道具，如果说一直爆的话，那么是说明本体心跳啊，娃娃是不有心跳的，这边注意一下。那么我们消一下音符，然后这边的话动娃娃修机。这个速度，因为屠夫他可能会这个找下一个目标，他可能找不到人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打算往木屋去补机，然后发现这小提琴突然好像在那边，然后我们继续动娃娃修机。哎，这边的话小提琴果然啊没找到人，然后过来找我。这个时候就尽可能去拖延他一个找下一个人的目标的这个时间啊。那这的话找到我，那么找到我这个节奏是最好的，因为我机械师修不动啊，娃娃在外面啊，这个妈妈来替娃娃承担这一切就好了。啊，然后这个时候，让他们俩在修机就行了。哎，这边的话消一下音符，这躲一下音符。哎，为什么消这个音符？因为我们走不动路了，直接动娃娃修机啊，躲下二阶，然后动娃娃修机。反正我也溜不动，这边都大空地，你直接打我，我就逼你打我。哎，我就动娃娃，你打不打？哎，那肯定打嘛，对不对？打我就没有身上就没有音符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注意，我们就尽可能去溜一下，溜不了就没无所谓啊，啊骗一下，哎这边打直接打我，这个时候无所谓，我们只需要娃娃，再看到没有，娃娃已经修一半了，哇塞，然后就是我们本体死在这个沙包里面残机，死在这个大空地没有残机，那么等我们上一的电机就快压好了。哎，是不是你看到没有，我们娃娃还修了好多电机，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娃娃贴不了门，那么我们就上椅子就给他娃娃给他压爆啊，给修爆，修爆之后娃娃哎留一点点电，哎留在这边卡个耳鸣。虽然说这个耳鸣可能没有什么用，但是啊我们一定要学会这样做，万一啊这个时候逆风局，哎你在干嘛，哎这个小电机直接疯了啊，逆风局的话我们娃娃这个耳鸣是有用的啊。那这边的话哎我们躲一下钱，哎电机加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，所以说有这个机械师在，你看看这把多好打，哎打我一刀，然后我们赶快哎跑起来。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尽可能多拖一会儿，我们直接翻板，哇、哦、加速，然后先拉点，一定要记住先拉点，拉不动的时候我们再进行博弈。然后这边话哎躲下弦，哇你这个弦拉的是真逊呐、啊、然后直接下板，哎不要犹豫了，直接下板，然后绕一圈，然后继续玩这个长窗。我们这时候机械师啊，我们能做的已经很多了，我没有办法去走地窖啊，没有那么秀啊，我们的腿这么短，哇、哦、这个翻板翻的这么快，哎呦还有怎么溜呢，再躲一下二阶，哇小脚再秀一下，站到哎你看没有，我们这个二阶怎么躲，就大家可以学我一学。
学我这样啊，我们这个走这个跟这个线走在一条线上，哦，那么这把你看看，对秒倒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有我在，啊，那么就轻松平局了。然后这边除不传走，但是哎，我接是没摸不起来，没有什么必要，直接投降就拉倒下一把就好了。好，希望视频的话可以帮点赞哦，谢谢你们。